今天的，哦不对，应该是昨天的红烧肉视频，还有3分钟就输出完了。现在已经9点多了，等视频输出完，我就要出去看电影、吃烧烤。夜生活真正的开始了。今天晚上还有点月亮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这大晚上我有点慌啊。那场电影票是10点半开始放。好多狗，好多狗，这里有4条狗。我在想现在要不要买票。算了，还是赶快走吧，到了再说吧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得赶紧赶过去了，待会儿看完电影再说吧，现在先不说话。选哪一张票好呢？有3队人，别人都成双成对的，我瞬间有一点后悔这么晚过来了。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，好像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在前面好像不太合适，但是我觉得第3排第4排看是最爽的，选的稍微中间点，但是离他们隔一个座位，这样不会太尴尬。29元，中国机场啊。哦，刚才看错了，本来才啊。哦 my god， 刚才没有买，过了这个点买不到。我现在上去看一下能不能在大厅里买。上来了，别人已经不卖票了。哎呀，我走之前说要不要先买了，然后我想了一下，到了再买，没想到买不到，时间过了。可能有人会说太傻了吧，上一次看电影还是16年的时候，所以对有点懵逼。我国庆节就想来看这部电影的，但是当时对 也没时间。然后暑假的时候我特别想看那个哪吒，哪吒，哇塞！我当时特别想看，我当时也计划好了，我弄完了马上去看。结果弄完了，差不多也10点钟，我就懒得看了，然后拖，一直也没看。然后今天晚上，我想，这是这个电影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来看。对，今天晚上弄完了，我来了。结果我的操作失误，我刚开始没买票，没看成。吃烧烤，关灯，睡觉。到了一个吃烧烤的地方，上次在这里买过了烧烤，先烤好了一部分，然后还有点没上，拿了一瓶奶，不喝酒，但是它这个口子的太烂了，估计里面掉了一锅米汤。我也懒得叫大饭了，所以底下的我就不喝。万一喝的玻璃渣，做生意都不容易。今天晚上是傻了，我自以为我能够在那个时间点到，结果刚刚差了那一两分钟。烤的排骨，我碰到一件事，最近猪肉涨价了，可能跟烧烤也变贵了。还有点辣，今天晚上不吃那么多，
因为烧烤你不放辣椒也不好吃，但是放了辣椒的话，我的牙齿虽然现在大部分已经好，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个洞，然后它新长出来那个肉比较嫩，所以还是悠着点，稍微少吃一点点小馒头。怎么点了？怎么点了？哎。金融色，这个吃就爽。烧烤出来了，感觉那个价格，还是和以前一样吧，没有怎么涨。不过今天这个菜有那么几串啊，好像吃的不怎么新鲜。12:10，十点烧烤，这个拔牙齿这个地方它有个洞嘛，然后这里面就装了很多烧烤进去，现在赶紧回去刷一下牙。哎，老是弄得你不舒服。好了。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
关灯。